在经过三轮激烈的巅峰对决之后，我们终于诞生了四大联盟，在今天将带来他们的公演首秀。与此同时，在现场的某个角落还有纳新补强的六位 rapper。 在所有的公演结束之后，这六位 rapper 将对四大联盟发起一v一踢馆挑战。觉得我的实力配得上更高的位置，你们一个一个都要准备好迎战。我就是补强赛最强 MVP， 是骡子是马再拉出了六六。你们都是幻影，我们永远是冠军。挑战我们队的那个人会出局，我们站那他们就害怕呀。不要妄想挑战成功之父，因为你不可能踢馆成功。放眼望去，这个游戏根本没有对手。对宝贝大联盟有什么期待？没什么期待，他们今天得少人可能。